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来玩我们的 KOF All Star。那今天要来玩那个光与影这个套卡，可以来看一下 Q 的账号里面有哪些角色有装这个套卡。首先我们观察到这边的战力有23000、24000的，应该都是有装铁拳套卡或是光与影。那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啦，直接大家带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霸王丸，然后这只应该没有，这是库拉而已，有没有？库拉跟这个霸王丸，这个是紫卡哦，哦，就差了2000的。机师的话也是用库拉，只有20000。那这一只有用，光于你看，大家都是紫卡，有没有？战力差了3000呐、啊。那这个是铁拳套卡，哦。铁拳套卡也蛮强的，它是各加6%攻击力，哦，攻击力加6%，比那个还要低一点啊，比那个光与影，光与影是加7%，然后它下面的那个套装效果是再加10%吧，哦，那它现在有三套，所以大蛇又有用，大蛇又有用，7%嘛，三张就21%，然后这边攻击力再加10%，总共加31%。然后有15%的几率可以触发那个超级护甲，冷却才10秒而已，经常会触发吧？我觉得，所以变成说等于有两个霸体吧，非常强。如果你在 PVP 的话，你有两个霸体，你觉得对方怎么办？对方一个连段，然后啊怎么霸体了？那就反打他一下，他就输了，因为攻击力太大了，太强了。对啊，大概是这样。那。这边封间的他是用那个，就随便看一下吧。这是之前库拉的假期那个，也是那个防转攻的吧？哦，增加防御40%攻击力，盾套吧？那时候是叫大盾套是不是？有一个小盾套嘛，然后还有一个大盾套，我不知道哪个是小，哪个是大哎、欸。像这些都是用库拉而已啊。OK。他20000战力真的很多，我都没有，我都大概只有一只吧，风八。OK， 那我待会就来玩一下吧，用霸王网来玩一下打那个七加色。那他这边有装一个属性卡啦，大家看一下一战。之前有网友问我说要不要抽，因为他剩20抽保底，我就跟他说看你啊，因为我自己运气比较好，抽到2张，但是我一直都没用。他这边的主动技能命中时有 30% 几率、哦、对敌人造成攻击力 30% 的出血伤害，但他这边有个叙述无法叠加，也就是说他会自己出现一个出血效果，然后很快就消失了，很快就消失了，也就是说他这个出血效果感觉没有秒数，我的感觉是没有一秒、两秒、三秒、四秒，没有，不像霸王丸的技能，霸王丸的技能36秒出血嘛，所以它会有秒数啊。然后核心是暴击命中之后也会出血啊，哦，每秒30%出血伤害啊，所以就感觉这张一战的效果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哦，可能要给没有出血的人用用看。这样好了，我先把这一张卡给别的角色用用看，没有出血的角色。那就随便用一只吧，路卡尔，终极路卡尔装备中，那用这个机师好了。我先来测试一战好了，好，我先来测试一战。我先测试一战的效果是不是只有一下下而已啊？还是说是因为霸王网用的时候比较糟糕了一点？然后这边有用那个泰瑞这一张漂泊之狼泰瑞，这个给泰瑞用很强，泰瑞专属的。他现在是给他那个030安装装备。那我们现在其实是要找霸王王那个一战，抱歉花一点时间哈，我也不知道他放哪里，怎么都没看到吼。哦，在这里。哇又跑掉了，受不了。因为刚刚按太大力啦，
好，换过了。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换过来。好，我先测试一下吧，用机师打一下。单纯测试啊，我也蛮好奇的。就打机加射吧。等一下，我们看那个流血效果，是一下子就没了，还是会持续？技能命中嘛？怎么没有？30%几率 ，OK。不要防御好不好，兄弟？怎么没有出血啊？我应该有装吧？好，出血出现了，但只有一下子而已啊，所以大家懂我意思啊？他只有一秒而已。OK， 啊，撤退，测试结束。所以说这一张一战的属性卡，如果现在要我回答要不要抽，但是已经过了嘛。你当时有抽，特地去抽，我觉得有点亏啊。哦，因为它不是持续流血，它就只有一下子而已。那一下子而已，也就是说你只是多30%几率造成你攻击力30%出血伤害耶，也就是说你打三下触发一次，哦，才有机会触发一次啊，应该说三次技能，使用三次技能命中时，可能看你的技能是有多连段还是没多连段，有的技能可以打个三四下，有的技能只有打一下，像刚那个气功就打一下而已啊，不好触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再看看吧。那一样是只单纯加攻击力的，像我自己以前都是用这个啊，这个是 3.5%， 然后 1.7%， 总合起来是 4.2%、哦、然后这个一战多一点点啊，它才 4% 嘛，但是就多这个效果，所以说也还好齁，也还好。好，我们这样就测试很清楚这个一战特殊，这一战属性卡到底是怎么样的卡片。因为之前我有抽到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力气来练啊，我就懒得练了，就不管它。那网友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应该是会触发，就是跟霸王网一样可以触发，哦，是可以触发，但它就一下子，它没有叠进去，它是没有叠进去的。我把它换回来。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霸王丸的那个出血可以叠两层嘛，然后这个没有叠，它就自己出现另外一个流血的图标，然后一下就消失了，因为就是只有一下嘛。OK，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用降 CD 就好了，降 CD 的那个属性卡就好了，不需要用到这一张，因为一般般嘛，一般这一张啦，抱歉，因为两个都是霸王丸图标，一般般嘛。好，那我就先来打给大家看。那祭司的队长祭司攻击力加红属性攻击力加 35%， 好像还有加血吧，还有加一些其他效果。那我就直接换霸王丸。那如果他反身是红色的话，我就发呆，我就不要打他。你看少了那个降 CD 卡真的有差啦，我觉得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个出血效果。霸王丸技能3嘛，然后还有核心嘛，核心暴击的话就会出啊，然后这样是两层嘛，然后我本身会触发暴击霸体，那就跟他刚一下。那我自己打这一次大概1分30秒左右啊，19000的霸王丸，然后 buff 跟他差不多。那他现在战力那么高，然后又用光影套卡，那攻击力真的很猛啊，应该会打很快。没有出血到，没关系，是我边讲话。
反正那圣母白雪超爱那个，才抓狂嘛。那有网友是说那个好戏中断，因为我忘记那个放技能的时候最好不要乱按，会那个会影响到。我也霸体啊，你看我触发霸体刚刚。大概一分出头啦，我刚刚有打五十秒左右，五十几秒，就是打比较顺。应该死了吧？刚刚应该死了。我在调整我的坐姿。我刚刚是有一分以内干掉他。那我这边直接换那个降 CD 卡再打一次，好，因为真的这张卡没什么屁用啊，真的没什么用啊，这样战力低一点啊，没关系，就是已经不到23000嘛，因为那个降 CD 卡它是加防或加血啊，这个后退作战应该是加防啊，应该吧，看一下，哦，它加 HP， 那另外一个那个不讨厌的和平是加防御。加防和加防御那个战力加比较少，那只是账面上的战力啊。要打的话，就是找一只加50%的攻击力，加50%的。我现在只有加35%，无所谓。有没有？我这样技能比较好按，有没有？我自己都是这样比较好按啊，至少可以接得起来，他起来之后我还有技能一可以无敌一下，跟他杠一下。霸王牛应该接不到吧？他躺在地上了。对啊，我觉得这种角色有没有？他可以打地板真的很 OP 耶、欸，用脚去踢耶、欸。这个一般的这个技能。三气这个必杀就可以打地板，所以没差。然后站起来，好，他抓狂了。正常是说他抓狂的时候我要换人，我懒得换人。起来啊，这家伙！用超必杀带过去。赶快用超必杀，用技能一无敌，然后赶快按23，按完23赶快再带超必杀。那就完全没有受伤。哎、欸，我几秒解决啊？一分钟，看到了，1分01秒，很快啊，真的很快。哦，一分钟 KO 他，这个任务应该解完了吧？每天打两次，我自己没再解，我自己都没再解一批任务，完全不解，太浪费时间。你这任务都没解，他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不想解。OK， 那关羽的套卡大概是这样，非常的强啊。哦，那以我自己来说，我用库拉大概19000嘛，我打起来大概就是要打1分30秒左右啦。哦，那他现在没有嘛，他 buff 跟我差不多，然后用上这个大概又缩短了20-30秒嘛，20秒嘛，你就差不多抓20-30秒，20秒左右吧，因为他 buff 比我高一点啊。我就不用特地再换库拉什么去换去测试了，因为就是强嘛。那又多了一个霸体，攻击又这么强，你拿它去打那个冠军联赛应该不错吧？冠军联赛应该停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就有网友说，你出这个卡没有冠军联赛有用吗？有人会想抽吗？我跟你说，就是有人会想抽，而且还不止抽一套啊，就是想抽两三套啊。哦，人家就是想抽两三套啊。看到这个数字就是爽啊！好，
之前铁拳套感它还只有一套而已，还没那么积极，这一套而已。像这个奇异的茶味其实也不差，又是给高尼子吃暴击率的，我觉得也不错。高尼子的这个有没有暴击命中，有没有就可以出血，哇，超强的，超强，46%哎，每秒有3秒，就超强。这只真的是超级强 ，buff 过我，紫卡上修过还这么强，大家去打那个冠军人家都先被笨掉吧，应该啦，我推测直接笨掉，不可能让他出现的。好的，那这一期大概是这样啦，没有什么测试，就只是玩给大家看。那也讲了那个一战的效果，那个特殊卡，那个属性卡，啊，就没那么好用啊，我再把它换回来。那我是有跟他讨论过了，这张卡不 OK， 好不 OK， 但是我就先把它换回来，他自己再去决定他要怎么换。OK， 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。那我看一下哈，还有多少时间啊？这个白金还有哇，还有20天，大家可以慢慢抽啊，对吧？就是如果你只有打算200抽的话。你就是想办法在200抽以内抽到一张嘛，然后保底一张嘛，然后商城可以再买一张嘛，商城那个好像1000多块吧台币，这边应该看不到了啦，因为他已经买了，应该看不到了。我自己的话有出现，我知道他好像是1000多吧。大家再参考看看啦，就看自己的口袋深不深。好的，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吧。玩了这个光与影的套卡，那真的还蛮强的。哦，一分钟解决那个七加四，应该算快吧？哦，除非你 buff 也超高啊。如果你 buff 80-90的话，应该也是超快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喽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 KOF 再见，大家拜拜。